2012年关销美国桃，万人食平安活动，但美国保平安赚大钱。101年2月7日上午10点，在上兵岭寿天宫举办记者会。2012上兵岭寿天宫全国最大11200台斤元宵米糕桃万人食平安活动，将在国历2月7日、农历正月15日拜一下午2点，150担的米糕桃打入庙埕，求平安。除了6区7川众信徒之外，开放到60个名额，让信徒来参与。元宵迄天下午3点隆重举行上香开桃典礼。想要担米糕桃的信者，请在国历2月7日、农历正月14日下午2点举行拨杯满为止。迄天现场有提供平安米糕桃10000份，食平安，并开放50名额，经先天上帝允准3杯。才会使加入明年圣事共享盛举，祈求先天上帝限量12圣像，两年纪念牌一个。诚恳邀请十方大德元宵节迄天到上兵岭寿天宫参与祈福活动，邀请恁参加，同心协力，打米糕桃求平安。咱寿天宫每年一度正月15号，咱来米糕桃，办这个米糕桃，来求平安、赚大钱。啊，希望讲咱正月工会会顶下报告咱全省的信众来知影，咱每年米糕桃拢会增加，今年是增加到11500台斤。哦，咱希望讲有全省信众知影。这下万钱食平安，哦！希望讲咱这项工作，这下来创一个世界纪录，哦，真是世界纪录。米糕桃，好，来大家掌声鼓励哦！元宵米糕桃，上佳哉！爱选上好的米，选上好的米，啊糖嘛爱选咱台湾的糖，买买进口的糖，进口的糖做起来，迄个气味会了酸酸，会无迄落较无遐好食。啊，即咱台湾的糖，本岛的糖较好食。啊，迄个米啊选较水的米，米啊着浸时间浸有够，啊主要炊的时间嘛要炊有够，啊拌糖爱一直真暗烂吼，拌糖爱拌有功夫。糖啊，只有熟米糕才会 Q， 啊会 Q， 才嘛较寿命较长。啊，若煮无够熟，会烂烂，啊会老糕，啊了了，日头出来啊，就米糕就翻拍拍，就要酸去啊。迄个糖煮无够熟，啊米糕啊糖啊煮有熟，啊背有功夫就会 Q。就最主要就是袂使烂死啦。袂使讲投资讲安尼啊，准过安尼，就是拢爱失败。美国上惊就惊安尼尔。啊，先咱今年是毋是嘛？看起拢吼，有用偌济万斤的材料，甲咱介绍一遍，好不好？即卖伫目前做伫计划做12000斤啦，12000斤啊，用差不多5000几斤的米，啊3000多斤的糖，安尼落去做起來。这算好。哎，到尾也无，去年也无做阿多，今年加，去年也有加几百斤啦。啊，所以我做几工？我差不多15个卡销做2工人。啊，差不多在分了偌济人食？哦，这分咧食一人啊咯，一个人若分半斤，就10000多斤，就分咧20000多人啊。哦，20000多人会挺好食，一个人若来分半斤哦，伊安尼哦，大米糕非常欢迎您来寿天宫参拜吼，咱一年一度咱元宵米糕桃吼，万人食平安的活动吼，将在正月15号吼，就是咱元宵节吼，元宵节要来办理吼，咱一年一度元宵米糕桃万人食平安的活动。各位观众，大家好。
今天非常高兴哈，能代表李县长来参与明天乡寿天宫的一个每年一度的元宵那个米糕桃的一个分送活动哈，那感到特别高兴，因为我们南投县在元宵活动里边，目前是有芝山的紫兰宫以及明天寿天宫的一个寺庙活动。那这些都是一个祈福，甚至于让我们民众能保平安的活动哈，对南投县的整个观光发展还是不可或缺。那寿天宫管理委员会哈，自从921地震之后，虽然经过几年的整建，到目前已经完全恢复，甚至于要未来要扩展到全国的一个阶段哈。所以目前透过米糕桃的一个大活动哈，希望能把它带动成一个国际活动，也就是把米糕桃做大以后会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那透过这些世界吉尼斯纪录的一个行销，应该可以让我们寿天宫的整个未来的宗教寺庙活动能更为庞大。那这方面在我们管理委员会以及民间斗茶协会还有我们乡亲的扶持之下，目前已经接近成熟阶段，所以未来应该有机会来申请世界吉尼斯纪录。那也希望全省各位宗教信仰和一个我们的乡亲能来到寿天宫，一方面接受到我们先天上帝的庇佑，那另一方面参与我们的宗教文化艺术活动，应该可以让大家在来年能龙飞虎跃，甚至于在财源能广进，大家身体平安健康，也是我们这项活动的最主要意义。欢迎大家共同来见证，甚至于在元宵节的时候来到我们寿天宫来分享我们米糕桃一个保平安的活动。谢谢大家。上面领寿天宫做这个元宵米糕桃万人吃米糕求平安这个活动，自古早农村时代，咱这上面啊北关山脉地区有一个风俗的习惯，就是家家户户做米糕来庆元宵、拜地公。啊，因为农业时代是一人担几碗，啊，这个过程就每一年拢会陆陆续续，但是因为安尼变成无集体、无集体礼拜。啊！伫民国86年开始，阮斗茶协会，其实斗茶协会拢几乎80%的成员是咱新北岭地区的成员，啊，就是甲咱的协会配合咱地方的宗教，啊，来办这个元宵米糕桃的活动。这十几年来，陆陆续续为600斤，甲今已经今年11,200多斤。那换做古早时代算碗啊，都32,600碗。那以一斤三碗来算，木主席啊，就32,600碗。啊，咱这个活动，你只要若要来打米糕，十四在伫寿天宫第一个广场遐报名，吼、哦、啊来底下讲只跋山神杯来参与这个打米糕，这是十四个活动。15个活动就是来跋。咱做11,200多斤的米糕，吼、哦，就是要予明年度的信徒来吃。啊，这个你若交这2,000块博到信徒，予小小的2,000块，但是会当予10,000人吃平安，你的福报就非常的大。啊，你来参加阮15担米糕，担来离欢迎门，担来寿天宫广场，讲这第一身体健康，过来。你的功德也是非常的无量、啊、希望各位观众、各位信徒、哦、对阮寿天宫这个元宵米糕桃求平安大赚钱的活动多多感支持，感谢。记者柯建德、徐宇玲南投报道。